如果今日你仲要行動去做自己想做嘅事嘅話，希望睇緊耶穌離開後門門口嘅時候，即刻去做。試過將我一切都鬥籌碼，不顧一切衝向堤壩，想不開，因一次化煤氣結石沙，從前的每個代價。从前牵挂错的牵挂，由时间酿制自己的酒会灌溉鲜花，让眼线一再迷惑孤寂，欢快地思及再轻呼发愿，追赶乱问乱前诱惑地声音随脉搏，静心的倾听，就放开压力，释放出压抑，伸出手抛出一段段的动情，要醉心在风中唱咏。寻梦需要无论你嗰个系咩梦都好啦，即系你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嘅，或者做人，即系无论你玩乐好啦，你中意跳舞又好，中意砌字黏土都好嘅。就是、你一定要有個目標 去發奮，這個才是人生來的。講起追夢不是夢，追夢在你追之前其實都是一個夢來的，只要你肯去追呢，它就這個夢是會是可以延續下去的。一些很簡單的東西其實都可以是可以是夢想咯，即可能現在那個普世的價值觀可能覺得夢想兩個字是很貴，很重啊，即係覺得呢樣嘢好重，大家真係夢咯，要係啦，即係覺得呢個詞語嗰個嘅含義好重，先叫得上夢想。但係其實即係好似嗰套戲《那一天我唔會飛》，放一百隻紙飛機都可以係夢想嘅時候，咁點解你哋仲坐喺度等咧？就係喐咪得咯，即係其實嗰個目的係咩唔緊要，最緊要係衝啊行啊做啊，諗都未做，嗰樣嘅嘢係咩唔緊要？唔好怕辛苦咯 ，keep 住做咯，即係。一開頭就唔好諗咁快想有回報，咁啊 keep 住默默耕耘，咁啊總有一日就你會得到一啲你想得到嘅，加油，係堅持，時間係唔會等人，即係數一聲就走咗，咁啊數一聲我哋都就好似三張幾，我追夢就當然係趁後生啦。如果當你有一個興趣，你 keep 住去做嘅話咧，你總會成為一個專業嘅，所以咧千祈唔好因為難而放棄。係啦，見到我哋其實唔係玩得好好，但係我哋堅持住都總會派嚟幫我哋出數嘅。係啦。苦笑連隨無人憂，時代變化太風貌，快快快快找個極樂春。